韩女团 TWICE 近日于日本举办粉丝见面会，在当地人气旺到一票难求，连因应粉丝要求进行佳作都被一分钟秒杀。会后成员们陆续在 IG 上释出造型幕后照，在公开的照片中， TWICE 默默身穿一件耀眼的粉色挂脖紧身连衣裙，留着过肩的黑色中长发，面带迷人的微笑，以充满魅力的眼神盯着镜头，默默与粉色真是完美的搭配，连衣裙贴身包裹住饱满的上围，并秀出一截傲人的川字腹肌，非常的性感。此外，默默所属的 TWICE 于今年8月发行了第11张迷你专辑 Between 1、2和主打歌 Talk That Talk， 创造了 K-POP 女团中进入 Billboard 200前十名最多的人的记录，专辑和流媒体总销量达到10万张，创下职业生涯新高。